哇，要滑吗 ？Podcast 持续在滑到叶群身上，最后一天滑掉了，而且他满半血活着回来。我看了什么？这个 Podcast 太秀了。套一句阿涵所说的，今天地板悠悠，哇，对。是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的博士哇，瞬移往前顶，顶到的是泰坦纳斯，这一边的话，会不会有成功的复活起来？但是这个佛洛开滑 ，OK， 是有这么凶的吗？最后在塔下的维维交出了自己的，真的是蛮麻烦的。好，大陆兵线要进来了，这一波的话会是三路高地马往前开滑的 OKS， 这个大刀又往前做开的，再加上瞬移，前方已经倒下两名神员，乐夜曲躲在自己的温泉里面没有办法出去，兵线已经进来整理不掉，这边虽然说有相当一个520块的经济量，但是自己的队友都到光光，夜曲无力回天，最终这场比赛结束了，是由 HK 拿到第一场比赛胜利。